肩膀痛，肩膀，你是肩膀是吧？你第一个举手，好，就是你。好，您就讲你的症状吧。好，您上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我颈椎这里也痛，这边也痛。这里是吧？让大家看一下，他按这里，对，哦，这里痛，还有哪里？颈椎是哪里？这里也，对，这里也痛是吗？颈椎痛一定是揉枕骨，还有颈椎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肩膀也是，所以它同样属于同样一个问题。那肩膀它是按到下面来，这里还要按到哪里呢？这里就是画一条线对过来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你从枕骨线揉到颈椎，揉到这里，这里就是终点站，这样懂吗？啊，如果它比到下面，那已经到背部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痛这里的时候，你也要画一条线过来，这样对不对？那如果它只是痛这一个点就简单了，这个就到背部，背部这个点画过来，那你只要一巴掌，它的痛点应该在这里。那下面要不要推？不要推，这一套就是上管下，下不管上，所以这样你很快就可以找到怎么样原始痛点，它不会全身乱按，哦，那都在一个范围内就可以找到，哦，所以它的现在痛这里，还有痛颈椎，对不对？现在正在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多久了？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的，这样应该是一年多了。这样好不好治疗？好治疗，好治疗，对不对？绝对好治疗，你们都说对了。所以我好治疗，而且揉完一定改善。为什么？它不是24小时，他说有时候好，有时候坏。现在正在坏的时候，那揉一揉就好了嘛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只要揉对位置，一定可以改善。就是说哪里痛按哪里吗？对对对。非得爬的吗？其实颈椎是我再说明一下哈，颈椎痛不能按颈椎，确定颈椎就是影子，所以我揉枕骨颈椎就松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但是为什么还要揉颈椎呢？因为他肩膀痛，有可肩膀这里痛，有可能枕骨下还有这里还要揉才能松掉这里，这样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时候颈椎既是本尊又是影子，这样你们能理解吗？那只要本尊跟影子重叠的地方能不能揉，就可以揉，这是也是一个原则，也就是本尊在的就没有影子的问题，记得这样。那这个影子跟本尊会重叠的地方最多见的在哪个部位呢？第一个肩部延时点，颈椎很少很少，肩部延时点还有哪里呢？臀部，比如说他腿痛然后臀部也痛，这时候臀部痛是影子，对不对？但腿痛它的原始点又在臀部，那这时候臀部又是怎么样？本尊，所以重叠的，这样臀部能不能按？能，那就是继续按它就好了，这样没有妨碍了吧。好，那我开始做给大家看。这时候耳后要不要揉？耳后为什么要揉？他头又没有痛，我们干嘛要揉？所以不要找事做哈，没事找事做，把战场扩大的无限大，这样你会累死，每个人就从头揉。那我们要揉的就是枕骨下缘，所以就不用了，我们直接做枕骨下缘。好，这一点疼吗？这里有一点哈，啊，这里呢？这一点更疼啊。好，啊，这一点呢？好，这里呢？嗯，疼。这里疼是吧？这一点是不是也疼？哦，这一点疼。我现在是在揉枕骨下缘，好，它疼我就重复揉个两次。这一点应该算最疼的是吗？是。啊？对哈。两个都是。好，好，那就这一点我再加强一下。好，那颈椎我顺便帮你看看，这里疼吗？这里也不疼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确定他的颈椎痛，颈椎也不是本尊，所以他的肩膀痛很可能这里我再找找看哈，他颈椎是没有痛点，这里呢？这里痛吗？不痛。这里也不痛是吗？所以他这里也痛，到这里来这一条都不痛，他只有枕骨在痛，那表示颈椎也不是本尊也不是影子，通通不要管，你只要把枕骨下缘揉开。所以我说肩膀痛，我刚刚已经讲过最多是在哪里？
枕骨下缘，我刚刚就在回答你，反而不是颈椎，枕骨下缘才是真正原始点。好，那我再揉这里给大家看，这一边的，你这里痛吗？痛，这里也痛。啊，这里呢？痛，这里也痛哈。好，那这一点痛吗？痛，这里也痛。这里痛吗？这里也痛是吧？好，我再揉你的颈椎看看，这一点痛吗？有一点。哦，这里有一点点痛，但是颈椎高颈的地方，我再揉下来看看，这里痛吗？不痛。这里也不痛，对不对？这里也不痛嘛，哈。好，那颈椎只有高颈接近枕骨下缘在痛，然后我旁边这里再揉揉看，这里痛吗？不痛。这里不痛，那这样就揉好了。它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枕骨下缘，所以引起它颈椎痛，还有这里痛。好，那你可以起来。刚才没按的时候，这里按上去就是好痛的，就是这样扎的好痛。现在没那么痛，有减轻了。按的时候好痛。哦，按这里的时候很痛，是吧？啊，你颈椎刚刚说这里也不舒服，现在呢？颈椎？这里是吧？哎，对。好像没那么厉害。有改善了是吗？嗯。好。其实颈椎还要分呐、啊。如果俯仰，我看看他刚刚在测试那个动作。如果俯仰会痛，他的推拿还要到哪里呢？胸椎。你们等刚刚那个仔细看你们的小册子。如果俯仰会痛，还要推到胸椎啊。如果旋转会痛，你只要枕骨下缘到颈椎就可以。好。